啊，各位同学，今天开始上课哈，大家请安静一下，多谢。喂。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课哦，先名爱记嘞哈，较知影这个人讲话讲唔对无，要记嘞哈。为啥我爱提醒大家，我记这个名？因为去年四月时吼，我们台民政府有一批啊，去美国的时阵哦，参加咱的迄个酒会哈，就是伫美国遐一个啥呢？迄个记者俱乐部，全世界，迄栋内底拢有千几个记者伫遐吼。啊！咱去年四月的时候，去遐呢，要甲全世界迄个声广播，这是美国英俊的去年四月吼。另外，台湾民政府伫咱美国军政府架构之下，咱成立台湾民政府，然后呢，以后吼，用咱台湾政府的声，啊，甲咱的新闻地位，行入国际就对啦。咱主要要甲美国啊，甲全世界吼，表达的呢。在这批人之中，有一个和我名要相像的吼，其中迄字无同啦，吼，迄字叫杰啦，哎，杰唔知好杰啦，歹杰啦，唔知吼，一杰我是知吼，啊，所以功课我必须要知影，就是讲，万一你哪咧讲得对起，你来搞清楚，我今日来各位大家功课的，我是这个名，唔是迄个名，我不要混淆伊，因为我今日讲话，我必须要负责嘛。但你若话听无，我讲，哎，啊，迄个是毋是迄个啊？歹势，迄个毋是迄个，您必须要弄清楚。所以我伫咧高级班，我功课咧必须把我的名字记得清楚。因为咧四月份，其中迄个伊身为咱台湾民政府总理哦，身份是相当高呐。你当咱民政府培养诶，为啥美国了时阵呢？伊毋是讲唔对话了，伊实际是有阴谋。要篡位就对了，所以今仔上课我来讲，有你个知哦，咱今仔讲课是全世界拢听有啊，我头唔知影了。结果是有一届是了巴西啦，就顶个月年啦，巴西有一个咱个乡亲哦，打电话啦，哎呦奇怪，啊来巴西，我看诶号码热长吼，看来伊讲伊人伫巴西啦，伊讲离开咱台湾哦三四十冬啊啦。啊！伫咧网络内底吼，看到我咧上课啦，安尼就对啦吼。第一有同感，第二吼爱甲咱加油啦。所以我想奇怪，你巴西讲你暗时啊咧看哦。所以就表示咱今仔咧讲课是全世界各所在拢咧看，尤其闹南非。咱闹南非倒转来只请新闻证的时候，我拄好伫咧门口遐，伊讲南非倒转来。哦，啊！个系呐，伊就伫网络看到，所以咧网络无缘佛界。你咪小看这网络吼，所以咱今日摆这个课，爱正常咱呢，就是上课时间，咱来准时下课，咱也准时，咱一直照呢美国规定。啊，所以我为虾米特别要强调这个事吼？因为思维吼，咱各位在座这乡亲哦，我也无啥了解啦。因思维关心的咯，讲啊，天佑台湾，天佑咱台湾政府，因阿来因咯，食紧弄破碗。因为落飞机了的时阵哦，有开一个记者会，记者把咱台湾，好不？这台湾西部根本面的这西部给切掉伊，啊，台湾民主武器的面给切掉伊啊，我要个烧钱呢。伊讲靠这个代志来创啥是吧？人美国那边的时阵哦，总用，对不对？总因为有传真火力，什么人来拆这个面呢？什么人把英文西部切掉伊？你台湾民都无得比台湾政府嘛？哦，这真明显吼！而且佮咱的日本机啊，这个日本机啊，咱是一俗的。日本机啊是喏，佮你夹在遮，啊，什么人夹的？咱美国人个黑白做清楚，或咱的秘书长哦，哑口无言，为了无言就是无当讲话就对啦。吼，是安尼，到尾就想起了较奇怪，是安那呢？是一时会脱线吗？讲唔对话吗？在咱台湾政府，该讲台湾政府，啊，咱不是要台湾独立？你叫讲台湾独立吗？
其实慢慢发觉的时候有阴谋就要篡位，因为我们已经从在公山要攻到那个山顶就对了，在要攻到山顶的时候他们要扭后脚啦。所以我们在这些高级班里面比我们去年发生很重大的事件必须要了解，为时阵合理合说，要甲咱改名、改负责人，伊改无过。改时阵迄边的时阵吼，律师敲电话吼，咱的秘书长讲奇怪，咱集团都要来遮吼记者会，啊是安怎敲的？讲要改迄个名就对啦，讲无啊。吼，咱的律师马上拢甲敲掉，拢袂使。然后因请。就你记者会内底吼，请迄个证件就证明有啊。咱台民政府底下申请迄落要开记者会，啊，请迄个证件了后先咯。因安那呢，要重新请咱台民政府伫哥伦比亚登记嘿，歹势人家讲吼，咱台民政府已经底下有登记啊。就是咱有专案底下专利底当下，你袂使去请啊。先搞来请一个啥呢？请一个迄落，就是迄落国际吼。商业用的对啦，商业用的基金会啦，那有人投的名，哎哎扣税啊！所以讲，伊这批人的时候，想尽办法，怎么处理钱，咱都唔知呀。台中我无出去，因为咱派十七个处理尔尔，所以就你相当悬。啊，而且咱的主席无过，咱的主席伫日本呢。啊，你卡过来通电，你要叫过吼，哎，足奇怪呢。伊唔知啦，都佮无想要过。吼、哦，身体无好啦，是无用啦，创啥？卡骨头痛。吼、哦、啊，我想讲吼，伊若过了吼，迄、那个局面毋知演化就对啦。当然，咱毋是讲事后诸葛亮啦吼，就讲奇怪，啊那伊也是会产生啥物后果？所以咱的主席我无去。按提达咧讲叛乱的时阵吼，就叛变咱台湾政府，这就是咱个美国荷兰的。美国讲你要台湾民政府，因为我美国军政府也袂入来，所以你真袂使台湾政府时阵是要独立，袂创啥？但以后当然用这个名，你以后袂使讲我用绿岛政府嘛，吼、哦，还是讲用说台南政府嘛？因为台湾全世界拢是我知影，所以咱以后会用台湾政府出来。所以咱今日新闻讲来用台湾政府无要改，美国就讲说以后咱就免阁改一个抽象了。但这批人去的时候我见咯，啊咧。吃去弄破碗，你真个心哦，发布来想过咋？讲个美国惊着啊！你受个教育是咱底下法律受个就是讲，伫美国架构之下，伫军政府架构之下，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会较以后用台湾政府安尼，咱全世界拢听有嘛？啊，所以你架构无讲，一日就把这切掉伊，把这个切掉伊，这分明就是哦，美国讲啊，你是来遮要甲宣布台湾独立呢？你甲上啊，迄个挑战你，说唔对，你知？阿比亚对总统的心哦，美国落去叫迄个处长去甲讲，你袂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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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子。阿比亚咧夹着你知？所以你会记阿比亚咧一概公布，讲我台湾独立的心了，你电话意思咧无多，我无多，伊也来咧无多。哦，迄阵听得讲个奇怪，哎，你无多，你了讲你无多咧，还是讲大陆无多，大陆承认你啊？结果即马知啊？咱咧接受这个法律了，怎样是咯？你咧根本就袂晓宣布。美国你来宣布台湾独立咧，等于要战争。啊，我你怎啊认为讲啥呢？这战争是中国要拍给你啊？这个唔是啊，是美国要给拍。你是我的占领国，我是占领你的。啊，你要创啥？你家己底下好好地说，悄悄的讲来哦，咱要独立无？咱要公道哦。美国我是老大呢。啊，恁大家悄悄的来带。来照这间啊，恁来公道，恁就通过呀。讲这间来，恁亚秀讲这间恁的好不啊？啊，恁大陆亚秀啊，这间煞变恁的，吼、哦，是不是呢？所以台湾以前咧占大呢，呢伊占领国现在无甲伊公布。所以国民党过来时呢，拢用啥呢？用开罗宣言、用波茨坦宣言，甲咱骗。讲台湾是伊的，但你翻开历史、近代史内底，你就知影嘛。所谓的宪法，中华民国的，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台湾都不是中国的。我简单讲的是哦，因当初1947年制作宪法的时阵呐，因即马哦，迄个啥，像王小波迄啊，迄什么高修迄个啊，讲啥呢？讲爱阵啊咧制宪法，有咱十几个台湾人伫遐代表啊，所以这部宪法有。
台湾啊，所以这部戏来演戏，我咧讲笑话呢啊。1947年的时阵，直接发生二二八事件，中国的时阵，底下发生内战。啊，我讲迄12个到底是甚么款台湾人？因为1945，咱9月7日以前，伫遮生拢是本土台湾人。那么是大人，无伊本身，啊无伊后裔，拢是本土台湾人。1947甲1945差2冬尔尔，你讲台湾人，台湾还是日本人啊？迄个时阵的心，那按照年纪的人来签的，快90岁啊！讲，我1940，我1940啊，啊1947等于差7年尔。因会当底下含人签迄落是，表示遐拢是日本人嘛。标准的还佫日本国籍的时阵嘛，你是咧代表人讲底下人签，我讲遐走路过的啦。啊，掠来吼，啊咧探访感吼，讲讲遮台湾人。所以1947年蒋会做出来了，伊这部宪法无用啊，无用是喏，因开始过年的1948开始把他这个宪法冻结，拢无用哦。所以内底伊宪法第4条规定的讲啊呢，中华民国的领域就是土地啦吼，非经国民大会不得变更之。啊，国民大会你到那无用啊，你知？就无国代啊啦。啊，所以这部宪法，恁家想看卖着，会用一用一，你就知啊啦。佮讲较早就对人吼，伫1936年的5月7日，因俗称叫做五五宪章啦。这个五五宪章是中国五五宪章，唔是英国迄个五五宪章啊。英国要这五五宪章就是议会、国会含皇帝吼，含英国皇帝修正啦。建了时呢，因为皇帝建书室，到尾用一个五五宪章啦。但伊个五五宪章唔是中华民国这五五宪章吼，拢变变五五就对了吼。这五五宪章的时阵，内底那无写台湾是中国的呢，迄白纸黑字呢。搁一个讲哪呢？搁中国迄边，就是要中国两个口罩就对，两个兄弟啊啦。因迄另外两兄弟啊，迄边内底那无台湾是因的啊。所以咱是安尼，美国讲哦，你要讲来按照国际法，你政府揭出来嘛，你袂当根据历史啊。啊，若根据历史的时阵哦，苏联哪恁来呢？英国派个厉害，连伊朗哪恁来呢？来讲你历史啊，所以袂当讲历史你个。啊，所以你中国来的口口声声拢讲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时阵哦，这就是来强迫你压咱。这两口中国人的心哦，因发生内战。来坐了蒋介石的时阵哦，飞机了就浪杠就走出来啊。飞机坐了飞来平湖，平湖了一个月要飞咱台北嘛。所以两口子来发生战争，伫国民党统治下，迄阵啊阿毛起来，台5000几万人拢伫国民党吃头路的啦。迄所公务人员拢阿毛起来台死就对啦。因改朝换代嘛，因所谓现在工人农民，即个现在讲因最起码讲。很有累的，这大家，所以逃起来用公务人员吼，不是用考试的，用握手的。你若手握来到就粗白白吼，讲这正班呢，这个农人啊，无工人，这正港下着阮迄个，迄个共产无产主义的就对啦，这工人祖国的这大家，所以你的手又咪咪的，歹势拢伫一台，这拢坐伫办公桌啊内底。吼、哦，迄拢伫啊，咧做文书工过，创啥？所以国民党一个走了阿毛走出来，无迄落阿毛台死才5000几万人，你知影无？所以蒋介石要走以前，伫国民党咧食头路遐，拢闹可怜。迄阵阿个200万大军啦、啊，闹笑就讲，毛泽东一夜之间飞机坐了，就走来平湖啊，把遐人放伫台啊，任由共产党底下起来咧抬。伊过来即来遮的时阵呢？哎，换来修理一下，台湾这来遮两口罩，拢处理好势，换安那呢？烧酒吼，在啉红酒啊，这是真可恶的代志，你知无？什么国共合作个安那做伙，我要吃咱台湾啊！所以我这今仔日题目是喏，这个白色之恋啊，白色的是喏，我看无那白色，这恋不是恋爱哦，大家看好这個、白色之恋哦，你若无看字哦。你当作看到白色恋爱的恋爱吼，这个恋的时吼，咱的牛奶啊，你恋如无？哎，牛奶分恋人的吼，
啊，然后来炼丹啦，各位知影吼？迄、那个中国道教内底遐迄个神仙吼，来炼丹啦，哦，来炼用这个炼啦，迄种药啊炼啦。咱即马白色之炼的炼的，伫中华民国内底用人去咧炼的啦。所以咧，存款咧，我较早咧炼十五档啦，伫咧到遮有无吼？炼十五档啊！哦，即间绿岛大学，阮有好好读啊，无好好啊啦。啊，即间阮读啊，拢无好好伊啊。这个练的心哦，在1949年啦，哦，即马提醒人，为什么看白色都看无，白色的，但黑色你看有，黑色咱只讲差了黑道的啦，黑道就是我看你起毛歹，对不对？我唔咧推，甲你拍，上得我甲拍你尔尔，对不对？这个个人的操行为就对啦，但白色这是拥有的权利，你政策杀人啦，这是真恐怖。好，你看一下这恐怖来到，你看无？但事实呢？伊用安那来讲，你违背法令啦，你违背的政策啦。你半暝去领导给你请出来哦，出来人更唔敢讲讲呢。那阵我有厉害的时阵哦，阮大人讲我出国去呢，不能敢讲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有厉害，恐怖到这个程度，我国外阿姐要转来看，都唔敢看。你看白色恐怖，原来恐怖啊！所以这个白色的时阵吼，这个练咱个美国有一个咱60几代人，咱本土的台湾人，拢生活在政治的炼狱，就去练。所以都有机会，端好各位台吼，了解说什么什么白色之炼吼。这个白色恐怖到1949年，即摆吼，阮伫咧。对这个历史就当时开始啦，但是开始也是有着一个序幕，这个序幕即马看起吼，应该是1949吼，迄4月7日啦，46吼，所以北京迄边的历史啦，咱输了是迄阵啊台大学生加迄个师范人也生吼，遐生意啦吼，啊就骑卡拉车啊来啦，咱进来后咧烧债啊，啊那烧债时喏，遐警察啦出地啦。啊！出地时，吼，因咧学生矮矮顶顶啦，拢走去抛售咧矿井啦。好，你矿井好，马上到从即卖你也看吼，中正所修像咱矿井吼，那回想讲，哇，半世纪以前诶，甲半世纪以后诶，都无啥物改变啦。咱今仔个民主靠民主啊，所以因遐矿井了时吼，加讲顶管啊，军警哦，军甲警哦，直接冲个台大甲师范学院啊。掠个学生啦，迄个时吼，白色恐怖序幕开始啊。所以人即卖讲吼，伊应该是1949年5月20日的时候戒严开始。所以阮迄阵也叫做50年代、五控年代，伊四十九年的五控年代用50年代吼，通称较好，就是迄阵开始白色恐怖了，白色恐怖。所以阮迄阵啊，就是即个白色恐怖内底，吼。因为阮当然早期阮主张台湾独立，吼，主张台湾独立，结果阮上早呢，阮20多岁囡仔就想讲要主张台湾独立的，啊，你想想，奇怪，你思想有对来？阮以前读册伫这所在读啊，读个呢，就几啊较臭屁学生囡仔，从西边了这啦，啊，阮带了臭屁乡土啦，讲我伫中华民国这种挂出来造罗建馆，上去卡砸一个炸一个迄落过来念念。好，我咧耀武扬武的是也请敢拍偌济人，二八事件死偌济人，为什么要共同这个看法想法咧？因车头前啊，阮老同学西面店因住伫车头前，公车头，迄、那个圆圈啊，甲迄个地下道啊，尤其圆圈咧，清杀公开清杀足济人，所以因细汉的时拢看会到，包括迄个地下道，即卖破坏路咧，等咧去吼。所有的人拢闭伫内底，囡仔若出声，掠出来拍掉伊，是恐怖到这个程度伊啦。所以是二八啦，啊，做二八的时阵吼，伊住车头，但阮伫住伫迄个三民国校附近，就即卖咱高雄三民宫附近咧大遐。阮阿妈的时阵拢讲咱呢，即孙啊拢藏伫迄个不倒卡啦，改成讲性命的保佑的款啦，我拢插伫不倒卡。因为那呢？受山顶悬那个机关枪，不时呐看到人就变变变落来，啊，所以咯，拢叫阮遐囡仔无出去。啊，所以我呐感谢阮阿妈吼，伊虽然咧白卡，
个老长头毛就对了，迄清朝的迄种哦，三寸脸的。迄、那个，阮阿哥若要出门哦，阮三阿哥，我大汉的时候，阮读书的时候哦，阮三阿哥就咧讲起这段讲吼，感谢恁阿妈，就是阮阿妈。安那呢？因要出门，拢叫抹红脸。各地知吼，面抹红脸，手抹红脸，抹甲黄酸滴滴就对了。安尼处理了后，就保安全倒转来。所以，阮的三阿哥无经过二八遐中国兵啊，遐中国兵啊，遐抢强干杀只啊只啊，迄落即泰国兵啊是着侮辱啦。所以，阮阿哥大汉咧讲，讲你阿妈吼，真正真欠卡。阮迄只毋知影，讲阮只了，若要出去拢叫抹红脸，吼、哦。所以，阮阿妈都奇怪，伊白提单来，伊若咧洗头毛吼，阮只孙啊吼。哦，那个刀砍砍头毛，你知道？迄头毛足长个呀。尤其吼，上摆处理个洗脚啦，伊那咧洗脚吼，我头讲叫啊，什么叫做跨脚步啊？即马知影吼，伊三寸脸咯，伊个洗一个脚，一个迄个哎呐，哎拍一支德哥啦。我那去定定收一支德哥吼，哎一支迄个一条迄个带吼，白脚个带吼，都披一支德哥啦。啊一箱吼，都拼两支德哥啦！你看那跨脚步吼，我头先讲什么？迄个跨脚步，我知讲迄个叫跨脚步啦。你咧白三寸连迄个布就对了。所以我的妈心，一旦布我那三个，所以我大汉咯，开始读册时阵，佮回想着啥呢？回想阮四大人去码头咧接遐所谓中国兵啊，投回祖国的怀抱遐啦。因为我思想真清楚，要去的时候，我阿妈讲啥来讲，好啦，去遐看卖，去遐看卖啦，吼、哦，就即卖迄落中国吼，要过来去遐看卖呢。我老爸去的时候，回来甲我阿妈讲啦，我做思想就听有啊，吼、哦，遐泰国兵啊，遐中国兵啊，拢派钉鞋鞋啦，啊，佫一个屁股骹鞋是迄落穿草鞋，鞋啥来佫派两支枪啦，一支吼、哦、七九步枪，一支咧假分的啦，迄个水枪啊，水烟啦、啊，水烟枪啦，伊讲爱是变啊。变啊，战争了，迄成个战败国安尼啊！愈短的时间啥啊，佮真正了战败国啊！迄个日本拍伊个走个山顶，啊，咱日本的时吼，伊要撤退的时阵，伫阮三民国校，暗时啊伫教室内底困，日时出来外口的时吼，拢足整齐，拢坐伫走廊。啊，阮即个细汉囡仔毋知影讲这是啥物个日本兵啊！吼、哦，阮伊个抽迄个武士刀，你知影？迄武士刀抽出来，金闪闪。好、哦，啊！这分装、这扩大、皮鞋，拢足金的啦。甲伫大汉的时喏，甲怎即批就是咱日出台天龙宣布投降的时喏，因要遣散等日本的啦。所以呢，伫单号遣散，我想个奇怪，咧战败国奈军容甲仪容遐哪好啊？慢慢大汉的时，来只接受咱的法律的这个教了怎样？原来迄批就是。日本为迄个台北调动啊，两苏的关东军呐，就是日本的精锐部队啦，就是当下在台湾要含美国吃兵的啦。因为硫磺岛的时阵哦，死伤真济啦，硫磺岛啊，所以阮去年的时哦，九月，吼，迄个记者会时吼，阮伫迄个华盛顿 DC 遐去参观，遐美国兵啊，佮锁吊起来，就硫磺岛迄带啊，为了插美国旗的时哦。迄个姿势有够水的，啊！日本、美国拢伫遐牺牲真济，所以美国为了可能安那呢，无爱伫台湾即个啊，佮发生吼遐那惨烈的战况吼，所以啊呐，越岛攻击，真正咱唔知影目的了吼。但是照军事上是叫主导了。我即个讲了，我换迄地；我即个讲了，换迄地。但是呢，伊拢跳过咱台湾，直接为乌克兰遐去。有可能是要侵杀、侵王就对了吼，一拍拍到你门口埕呢，有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咱唔知影，但是跳过台湾了是，就咱台湾的苗就变成安尼啦。如果迄阵啊，美国是卖越岛攻击，盯着咱台湾，咱今仔台湾袂遐凄惨，互遐中国兵啊，甲咱糟蹋，甲咱凌迟啦。人我哩记个，我记那话二十当了的时。人1952年旧山合约签了，那1972年那是二十当，用政治解决就向日本。啊，你看人今仔过了数十个，啊，咱呢，
咱会真歹运。咱伫咧时阵也无穿啥个，无穿迄个越南，越南有一个乌西明啊，蒋介石就是达成了200,000大军伫越南啊。但乌西明知影啥呢？吼、哦，要赶这波粪扫，歹赶。所以咧，拜托啥呢？法国。在法国出兵的是把蒋介石二十万大军赶出，你知影无？哦，当然来咧作祟理由，你也来离开越南嘛。偏偏咱台湾呢，有出迄个啥呢？甲美国讲，不管那是台湾人，啊那是中国人诶，啊有这种人，即马伫美国国民，咱拢有迄个登陆伫台下，那害死咱台湾人，你知影无？所以美国讲，既然你也台湾人、中国人，安尼无恁中国人咧管管咧。但好个在的，就战合约内底，伊是咱的占领国。美国总统无宣布为台湾撤军，所以咱今日台湾呢，咱的命运还阁转捩的呢。这当然美国可能留下伏笔啦。所以中国过来的时阵，迄阵老实讲，这只乌龟有嘅乌龟命，你知无？嘿，咱有当咧想啦吼，不得不会相信，伊伫中国用挂出来的时阵。1949年啊，所以你南京你也看有一个蒙牌伫遐。其实我也讲蒙牌啦，伊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啊啦。南京迄个遐做过来条，如果什么年代、什么人伫遮建都，对一个朝代建都，包括中华民国伫遮建都咬下出来。从1912到1949啊，所以1949你即摆迄个翕起来，那代表那是蒙牌伫遐台下啦。哦，所以伫遐拢挂出来。所以挂出来时呢，迄阵啊，迄个周恩来的昭告天下，讲啥呢？因伫1949载我已告，就讲伊是人家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呢，已经逃离因的国界。然后呢，下卡一句真重要，伊讲哪呢？就是逃亡到他国的领土。哦，这句真重要。你走来朋友个台湾，你也讲是他国的领土。所以伫中国，伫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早期的认定呢？台湾你这个所在微不足道，好、哦，那是我中国的升起来，我让先建国，我的国际社会协调了，我不在乎你这个小这个台湾，伊也开始处理了啊。所以伊说那就是讲台湾不是个领土嘛，台湾到他国的领土，这真明显的，是因为这个蒋介石先哦，无当招来这台这先呢，把金门、马祖这两地一个割掉的，我讲迄叫做系带关系啦。咱来生囡仔时阵，哦，一条迄个系带挂掉了吼，所以金门马祖就先含中国无切断，一直含中国哥哥弟弟啊。所以从1971年，阿非33个国家，迄个甲美国讲哦，地图拍开，无论土地，无论人口，为什么看呢？和一个小小的台湾的这样来代表全中国。所以叫美国就是要政策的改变，啊那无咧，因阿非33个国家要倒向一下呢，苏联共产集团。所以像冷战时期的时阵哦，就一个那呢共产集团以苏联为首，搁一西方集团为美国为首。啊，所以美国改变政策，就讲好，安尼把呢中华民国降到普通的伙伴国，按理会协助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呢等于迄种的突袭，你知无？叫做两个中系。所以，就那美国是这种安排是的，那个老蒋无要接受啊。伊讲你有效统治范围的台湾配合，搁加两块石头，迄两块石头看你买无，就是金门马祖。啊，即个金门马祖的时阵，我讲因未来走就走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是咧领土，咱台湾配合唔是了，对啦吼。以后你来看看，因要走伊对伊啦。所以，就那是奇怪，蒋介石是讲无爱汉贼不两立，各位知影这个吼？你若较早时喏有关心到近代史，你知伊看到汉贼不两立，所以汉贼不两立的时阵，造成啊美国无啊，我多啊，只能放弃啊。所以美国也无用否决权，然后呢，伊也无多用重要议案，重要议案伫联合国内底呢，重要议案三分之一通过嘛，所以你迄个时阵都无提，表示整个大势已去了，对啦。所以伊即马甲你讲，我提出其实是用赶出来，哭跳。所以讲啊，我退出了。所以咱一个东西咪怎啦？你唔能讲吼，咱退出联合国，歹势。退出联合国是国民党咧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咧讲的，是咱驱逐出去，希望赶出去。你袂使代表中国，
所以你代表权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替啊。所以我那天想讲奇怪，这个时空哦，伊呐背景无同。今仔日伊呐如果讲好，我就代表朋友啊，甲台湾这个所在者吼，做中华民国，就做了普通话关心哦。啊，恁台湾的心哦，个人话是新的命运啦呢。为啥伊阵反对？来今仔日。咱民进党咧含参选的时阵吼，你竟然蔡英文的是讲那呢？中华民国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叫做国号叫台湾。哎，拜托，现在民进党出卖咱台湾啊！老蒋啊，如果会使是老蒋，迄阵答应啊。所以我迄阵老蒋也无答应，有可能吼上帝甲讲啊，讲你无答应啊。哦，台湾的命运唔是你即马所讲的安尼啦。来行行到咱即马当面政府出来这啦，哎，足奇怪的啦。所以当蔡英文咧讲台湾就中华民国的时阵，老实讲，完全火冒三丈啊。因为阮当作家己民进党，民进党内底伊来咧怪伊文先啦，台湾自民自决，台湾自民自决，我想各位当然能接受嘛。有咱善良老百姓想讲，你中国较慢过来，无要紧啦，啊，着自民自决，以后台和睦相处嘛，对不对？含中国个田无沟水无流，对不对？啊，着一边一国，讲嘛，虽然差迄个马劲啊，对不对？但是咧，都偏偏安尼，所以咧，台湾个命运有当足奇妙了，对啦。所以比如吼，比如一日时阵，你参与咧选举个时阵，伫一直伫啥伫蔡英文较早以前啦，吼，迄阵是1999年啦，甲咱改做啥呢？改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吼、哦，我听见，我真正气死一世人个啊！啊，中华民国迄是流氓个，你结果你本土大人含只流氓合作伙，啊，毋是死吗？我去年的时阵吼，有饲两只迄个寄居蟹了，寄居蟹大家知影吼，咱叫寄生啊啦，咱台湾叫寄生啊。啊！你惊啥个吼？伊个肉身会大，啊！你壳哦袂大哩啊，所以必须爱去找新的壳啊。啊！我头唔知啊，两只爱心哦，一只爱心那呢，拢锁出来哦。啊，锁出来呢，我奇怪可能热一款哦。我用电风甲吹呢，我吹电风吼，对咪？这爱护动物吼，咱爱来做的。哎，也是八多腰啊，吼！因为我内底拢有那个用水啊，吼。我来下其他物件，可能食了，我去下捧过吃呢吼。结果那呢，拢无一只，第三只拢跳呀，第三只跳呀，拢离开迄个坑哦，死伫外口啦，我惊一个吼，啊那人饲甲跳呀，害我赶紧吼，另外迄只活的，甲这只死的吼，从车开咧吼，走去蛇湾遐，迄只活的是哦，总啊等迄个先哦。哦，去一个水新的壳啊，啊放生啦，啊，这个死的呢，用个水葬啊，哦个水葬，吼、哦，迄个啊，我咧想讲奇怪，啊那这个物件，也是我咧走一个之后吼，去找别我迄个寄生啊，迄个，伊讲吼，这个寄生迄个坑吼，袂大，伊爱个水新的壳啦。好，啊！伫海滩了，伫迄个海边的时哦，伊会当去找较大的壳，你知影无？啊，我两顿啊吃哦，煞袂当找壳啦，所以伊会蛇出来啊。啊，蛇出来时哦，无迄较大，另外迄只较细只，伊就无出来，可能伊会当生活嘛。即只伊就蛇出来要找壳啊，啊，找无壳，落就跳伊。啊，所以想讲，我咧台湾都成安尼啦，中华民国顶一个壳来即来只。啊！打着咱台湾，咱本土台湾人起来，整个百姓，迄只几百姓就对啦。哎，咱的几百姓袂大呢，但迄个壳袂大，永远死死伫遐，中华要死死伫遐。所以咱的中华民国这个壳，含咱台湾本土的这台车，那合作伙就对啦，安尼都死落一条，都死都成一只寄生的小强，袂下嘛。所以为会当这只寄生个生存的呢，就换壳。我什么卡？我那台湾民政府，哦。所以上天折折到那足微妙了，对啦。
啊，拄好我这个灵感的看到这个假声呢。所以各位，咱在座的时候，不管你有对来，看网络也好，亲戚朋友介绍也好，还是左见后生介绍，拢无要紧啦。咱只要有左见后生介绍，后生呢，有时大人介绍后生左见来，足侪拢是大人先来，伊讲呢，这老的可能较袂容易用骗你吼。我老的先来试看嘛咧。啊，试了讲，这都唔是咧骗人的吼。哦，所以叫呀，后生左见新妇来上课啊。安尼你知影无？因为你老的要去吼，遐左见拢反对啊。啊，你唔当互骗你啊，创啥？伊讲冇紧，我这老的要甲骗啥？我有啥好骗啊？要骗钱无？要骗色无？要骗啥也无？我要骗啥？讲我来试看卖。我来是听者讲，哇，会改变咱台湾的历史诶，会改变咱台湾新的地位，互咱行行顺顺有一条出路诶。好，就赶紧等伊哦，跟后生左家拢来啊。啊，这个事实是呢，有些人甲咱讲诶时哦，目前这台湾这个情形，有对一个人找这时候会让咱解决台湾的问题，无啦。民进党遐博士、教授、学者真侪哦。阮伫民进党诶时阵哦，讲好，咱来做希望讲，因为咱无读啊博士啊，来这个博哦，会博甲袂博，撇甲会较倒动哦，咱这个博都无成，伊就博啊。你哩专门咧研究这個，为虾米咧无甲咱解决一条路出来？我咧想咧足奇怪呢，为虾咱咧地位先哦？我讲哦，这种时运呐，人讲咧江湖一点诀。公婆都唔值钱，今仔伊把这个骨用出来了先哦，吼，为了讲啥呢？二两杯啊功夫哦，就出去咧起武馆啊啦，功夫二两杯尔尔啦，哈，啊就变馆，啊无要紧嘞，食无三杯英才哦，就要上西天啊啦，吼，咱台湾人钱啊，四大人钱啊，安尼，无怪三四百当人拢做人的奴隶，永远不能出头天，啊。所以今仔日咱有机会的时阵，来只请新闻证，就代表咱正港的台湾人，三四百当人，咱无咱的身份呢。你伫早期的讲的时啦，你讲西班牙啦，西班牙以前有葡萄牙，但葡萄牙无咱台湾一直配合。你西班牙、荷兰，啊荷兰的统治派挂出来，以后就提升讲，迄个时代，荷兰西班牙时代，迄阵啊叫做啥呢？因呢要做生意呢。把台湾作为基地，叫做南进的基地啦。因东印度公司就是专门做生意尔，迄较毋政治较无关啦。但地先讲有啊，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来即来遮，就要反清复明啊。伊做一个东宁王国的要反清复明，把台湾作为那要那反攻的基地嘛。过日老蒋王挂出来时呢，哎来做了反攻大陆的基地啊。而且本来蒋介石呢，伊要做大东亚共荣圈的南进基地啊。咱台湾人拢用咱基地呢，啊拜托，今仔都有机会，咱台湾政府是用咱自然的基地啦。我一路面讲，那要看时间呢，因为咱讲国内袂结钱哦，有一寡那呢，一寡问题哦，各位哦，拄好来加了解一下吼。伊个白色珠链吼，恁外口报纸杂志有哪看袂到、听袂到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好，各位大迄个一人吼，好来，哎，洪山招待所，吼，洪山招待所迄带啊，那带你洪山可能知影吼，这秘密，即马高雄的迄个啥嘞，文化局吼，甲列入这样啦，文化的古迹保管呐，这个所在较早吼，拢底下灌水哦，这个所在吼灌水吼，叫我简单讲着嘞，嗰个一个滚下处吼，这个滚下处嘞早期吼。因的警备总部，警备总部就是即嘛，就是戒严时期的时候，叫做那军事政府。所以咱未来美国军政府去买新呢，有可能类似来扎起一个国民党的警备总部。我大家知影有一个观念的哦，美国军政府去买 USMG 的军政府去买了，以后就台湾民政府。对，伊阵啊，电报总部内底咧，有一个台湾县民政府，较早公安署长官呐，吼，最后因安那变安那变的吼，即马才了解，即青岛东路，即马迄个喜来登大饭店遐，所以阮即马讲，较早阮就住伫遐，啊，但是咧是即马改做喜来登啊，青岛东路三号啦，迄个所在吼，虽然军法处，
台湾相当大啦，因为因前面全部一条边的作业啦，就是会当抓人，会当审判，会当枪毙。民主国家无呢啊，抓另抓啊，判另外判，执行另外执行哦，就一条龙的就对啦。所以警警备总部那早期从我这個年龄啦，听讲警备总部拢卡袂得定伊就是呢，吼，伊就别个抓就个抓。这里这军号处，吼，伊伫迄个喜来登去买。这个情报处吼，吼，各位都唔知啊，这党本关系啦。阮早期1962年抓的时阵，就管理这个党本关系啦，东北元帅。东北元帅日本时代时，伊伫要来咧拦截的时吼，伊也是特务的机关呐。这个东北元帅，这个寺庙司哦，日本做一个特务机关呐。所以了后时呢，我警备总部的保安处、油炸组拢设立这个所在。所以情报处咧，东本元帅的时吼，阮早期是在底下，啊，咧地下室啦。我讲迄地下室哦，地下室下骹也个地下室啦，吼。即卖因都光阴未掉去哦，即个吼，就西边顶有无？双子林万年大啦，你若去西林南路吼，即个双子林，吼，即个大楼遐吼，就是较早专门伫遐修理人、关人、刑人的所在就对啦。迄个所在即卖已经我出无去啊，但伫我记忆内底，我用我来记掉咧。我咧地下室下骹一个地下室，三更半暝拢有惨叫的声音嘛。我奇怪，我在地下室，哪一个有啊？我当阮在二十几个少年吼，下面老兵呢，我老兵吼就关顾了熟识，我讲，哎，伊讲啥呢？伊讲你们不知道哦，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去问呐、啊？还有起诉啦、啊，还有什么审判呐、啊？以前都没有啊！哎，我看以前没有。伊讲我们以前吼，迄老兵安尼讲啊，伊讲我们以前吼用那个布袋啊。那个装在布袋内底吼，困起来哦，我们掐死一个啊！我迄抽血个闭出来，你知影无？伊讲我掐死一个5块钱，掐死一个5块钱啊！啊，掐死了拢弹起你卡车内底，拢再弹下弹水后，规拢都弹掉去啊！迄早时些呢，连心破连什么枪毙都无，就安尼布袋人侪啊，布袋都弹起你啊！安尼呢，所以个下卡就是这个。这个双子林下骹，迄阵也是哪哪呢？听讲下骹迄个地下室啊，即种老兵讲的，迄老兵啊，迄老兵伫遐久啊，迄唔捌字啊。迄老兵来讲呢，你若秀才拄到兵吼，啊，有你讲袂清的，你真正拄到这啦。吼，因伫遐久啊，佫是中国啊，所以呢，迄个过程拢有经过因的手。伊讲啥？像你们现在好啊，以前吼就把他甩进去啊。就是咧，下骹咧地下室甩进去，然后呢，两个铁夹啊，恁知影吼？较早咱细汉咧看迄个漫画书啊，有咧铁夹啊吼，入面都夹咧哦，做肉酱啦。夹袂了，即个顶管两缸水啊，从呼冲落时阵吼，无骨无髓，从冲一下淡水起咧。你看早期看外残，上架看外残忍啦，外侪人冤枉死就是安尼无伊个。啊、所以为什么讲以后我想讲加酒驾？为什么吼列入军事记录？三代同堂拢酒外官，唔是无道理，唔是无原因的啦。老酒会死的时阵，因宋美龄要治的啦；酒建国跳的时阵呢，因蒋方良要治的啦；周阿文跳的时阵，伊呢伫边城呢都二十几档啊，二十几回的国际梅毒啦，因的大太子你知影吼？哎、hey, ，蒋公因个大太子哦，二十几岁啊，然后呢做主人二十几冬呢，所以挑一心呢，因个许乃瑾来治嘞啊，过来迄个蒋浩文，迄、那个的浩文啦、啊、吼，头是浩文，第二浩武啦，迄、那个浩武因这拢是东宫娘娘生的啦，吼、哦，弄个大二太子，二太子无带无几个娶阮个姓娶的，才娶阮姓娶的，迄蔡老师啊。还在酒外官，对不对？迄种四十几岁尔，搁第三呢？迄个好用啊，好不？即、这个蒋方质疑啊，也阿弟也无，所以三个拢酒外官。然后呢，西江生啦，西江生两个是老一个老尾仔囝啦，就张孝炎啦。你知吼？
所以人家拢四十几岁跳的时阵哦，拢是当英年壮年呢。你话咱国会在位的时阵哦，这个才百分之九十几，拢超过四十几岁啊。你要想讲人家啊，总统的医疗小组拢在边啊呢，为什么来跳的？不是不报，有时候他现实报就对了。所以你唔能讲讲蒋家耀武扬威，所以真的是呢，因为国民党家耀武扬威，你来能看历史的写的下。三人回来想了讲，把这连续性的那个想讲，蒋家是真正较安呢。伫大陆台人马进，你伫台湾的时候，我是冤枉死，你知无？我的白色恐怖二八事件的时阵，拢是下令的呀。有受害者，诶，奇怪呢，有受害者呢，有被害者，啊，无同意的受害，奇怪，甲这个呢，无法当堆出来，以后绝对会堆出来。有很出息的将官，无人敢得势的，无人敢笑出来，迄、那个加害者就对啦。所以二八事件那死，我较真哦，你啊六百万也唔敢出来呢啊！迄、那个恐惧的心态，你看我那跌个几吨哦。二八，然后讲我的白色恐怖，我的白色呀，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个人怎敢啊？老一个了不起几年呢？所以这个世界人就得警惕了。恁当有管得也不容易的心哦，偌济人因为安尼个青春无义，生命无义，家庭破裂。恁欢喜，但几年后呢？我咱准备等着看吼，来，即马看咧哦，这个东本关系吼，落去用管袂袂也就对啦。无遐啦，做点事报纸馆，大家看吼，来得阴森森呐。吼，你啊地下室个两个地下室哦，阴森森就对啦。吼，这东本关系来，保密局在北所，第一个延平南路过台北桥右侧，吼，没收咱自然者，这个人。你把这个工厂给没收起来，照一个名义没收，然后做的啥？做因的保密局的一个北所，北所还佫一个南所。即哪想讲呢？明朝就东藏西藏有无？吼、哦，迄个专门拢咧搞情报，拢咧掠人诶。所以即个是马英九，即黄世民有无？吼、哦，伊起迄个报告，按说要抢功啊！迄个从迄个东藏西藏啊，迄个电影工程即个迄个。迄、那个保密局个北所，啊，佫有一个南所，后来，保密局南所，南所伫总统府附近啦。所谓迄种啊，飞碟吼，拢伫西即个所在咧问个啦。所以飞碟，当然早期，因对国民党政府过来，那互人检举啦，伊有一个检举个奖金啦。偌济人死伫即个奖金内底制度啦，就害人用害伊啊。你也想，因对国民党政府滚过来哦。哦，我叫分三段了吼，因对过来，那是用检举啦，你还一判刑讲啥呢？因为你是共匪的同路人吼，你呢潜伏到我们政府军，跟政府军一直撤退过来，也说有代志啊。后来，即卖来对人检举吼，是政府军特地在三十八九年走路过来了，以后当个走的对啦，你伫中国。我拢生活，我拢生存啊！伊管走了过来，即来遮啦，迄用检举啦。伊即马讲啊，讲政府军撤退的时候，你没有跟着撤退。你现在再来的话，很显然你是容易派过来，要过来这边做干爹的。哇，安这老代志就对啦。即马过来讲个较头前，你政府军也袂撤退以前的心咯，伊想讲是走路啦。吼、哦，中国咧现那乱了袂大起来，我会叫走完啦。哪用检举吼？伊只讲啊呢？讲伫政府军也未撤退以前，你著来啊！迄、那个蒋渭先派你来切台湾的啦，唔安尼有代志啦。啊，所以你著知吼，伫迄个时阵内底吼，这种检举的时吼，衰潲就对啦。都真侪吼，这种飞碟的烟味哦，莫怪足侪拢哦，布袋安尼袋袋啊，就确实啊，就弹出来对啦。所以阵内时老实讲吼，伫这1960年以前的这大家吼。大部分拢百分之九十几拢是中国啊，咱你怎样讲遐外省的就对啦，就因呀，无共款过来是拢互检举的，然后开始靠咱台湾人，你阮一前两批开始台湾人就出现啊，小我那小来讲吼，来即摆咧军人安溪感觉啦，迄内底分啥？
人义乐地是五感啦，五个感。五感的心吼，我用一感互恁看卖吼。就关于迄落去美国，迄日来个空军的啦。阮走入空军来吼，即感互恁看者，恁毋捌看到吼。即间伫青岛东路吼，即边卸载工厂，即边丰源工厂，即卸载包括电管有无？即卸载，即边丰源工厂，即边要用无着。即若下晡时啊吼，规拢做工过做了来伫遮拍球，吼，即是即马伫遮呢，伫秀龙桥下骹叫做健美看守所，稍等我来介绍吼。那即张啦吼，我有哪会讲先即张先讲吼？军人讲迄阵我掉下啦。一样吼，上头前也叫仁义礼智信，这边阮这里信家啦，照我健美总部的。我的头前这张吼，全世界都讲我这张俩，迄阵遐少年，你看吼，都讲这张吼偷翕的啦。迄阵也是下骹吼，先来工厂，啊，加这边哦，丰源工厂啦。啊，我正在做衫，你知无？派出我来做衫，哎，我爱做衫嘞，哦，遐派出做衫吼。我有一个新的工厂，一个师傅啦，吼，迄个外口请的。我讲你是毋是当相机来翕一张相啊？伊讲好啊，好啊，我拢爬起来楼顶哦，在翕的。在这张，在全世界都讲我这张啦，无第二张影啦。我的头前遮吼，较早咧苏东溪，你知影无？即马婚姻馆迄个馆长因老爸啊，嘿，苏东溪吼，伊就管理起来遮。所以这个案例可能我不太清楚吼，我简单说明啊。在台湾人的时候，这批上大的啦。在这个以前要有，搁有廖文杰因啦，廖文杰你知啊嘛？我的迄落，婚礼不是哦，西雷。吼，廖文杰因较早在迄落日本呢，叫咱台湾临时国的迄落总统遐，廖文杰。按过来后尾就是这个所龙客因来咧选馆长。啊！你选馆长吼，有地方的知名度，啊，选无到嘛。啊，了一赢的叫做海军陆战队啦。礼拜吼，毋是讲即马周休二日，拢自认尔。啊，自拢袂当登因出人啦，拢伊好买鸡啊，对六六十啊。啊，所以等暗时啊，就去回家吼。结果安尼，一个长时间含遐大地方咧讲啊，讲好啊，即个国民党咧走路，我笨手啥，讲讲哦，臭屁相投。讲阿无变那结啦，伊讲我海军陆战队啊，一下二下，诶，一下甲用起来时阵吼，得甲补起来安尼啦，哦，阿都系吓咧。讲过诶时阵啊，招招伊讲阿无要叫上门做负责人啊，因讲无收容客，内底有收容客调侃嘛，哎，地面都靠有啊，来叫伊，我无也收容客也答应你怎啊，讲好啊。阿个伊是讲阿唔讲，我有地面多尔，全台湾我无够地面多啊。因台想想讲，阿不甚难呢？高玉秋啊，台北迄种市场，高玉秋啊，伊专单有名哦，派代表落去找高玉秋呢。迄不也高玉秋啊，担头呢？伊讲但是呢，伫咧电台吼，电台若占着电台讲个事就出来就对啦。哦，那阵以后是那个菲律宾吼，马克思要落台以前有无？迄个天主教教主都去咧电台化解咧，牙龟拢起来。哎，讲要那电台迄落事因吼，伊都保留啦。所以因的判决内底吼，判决书内底，遐叉叉叉就是高玉秋啦，甲进伊唔敢写出来啦。但阮伫辨别地内底做官里底，讲了足清楚的高玉秋嘛。所以金美忠无唔敢甲拍出来，拢用叉叉叉来台北找叉叉叉就对啦。迄个高玉秋吼，所以讲这个所在就是苏龙客关系啊。过过这个所在就是增加副司令，增加副司令迄阵啊有无？增加司令什么人？蒋纬国。副司令，伊无代无志的时阵吼，要学啥呢？学老蒋的啦，师叔白华，好伫司令台吼，讲到嘴甲全南坡啦，结果害一个迄个啥副导官拢爬起来穿甲抢起来，全甲压掉落啦。迄阵啊，伊若卖学安尼吼，剑车开出去，直接弄到台北吼，伊成功伊啊，迄个副司令啊，啊为啥无判死刑？因为内底吼，伊要出来是嘛，要对抗迄老贼的，反对迄老贼，唔是反老蒋的。伊若要反老蒋，就跳崖；，爱是要反迄老贼的。啊，所以呢，要管理这个所在，迄个地主王吼，伫这来遮，啊，佮过这来遮，
佮过迄搭遐，叫做马先锋啦，马先锋一个立法委员，伊伫立法院的时吼提案啦，挥泪斩丹青以谢国人啦，应用迄个诸葛亮迄个对无？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有无？啊，伊丹青为虾米呢？伫东北五十万大军，我们拍败伊家己浪荡啊！啊，那马谡就是安尼啦。马谡四十万大军的时阵哦，迄个左边票伊家己选当的时阵哦，所以诸葛亮把多把塞老人爱斩嘛。所以马先锋个提案者，挥泪斩丹青以谢国人，但伊都唔知影丹青含蒋介石啥物关系，特殊的关系。我今日我当地进来咧公开哦，这个秘密有只绝对公开，因为特殊的关系就对啦。所以比较绝对无甲赞，不但无赞的心哦，佮甲伊抓起来，两个月一个区啊，两个月一个区啊。佮老蒋话跳的时阵呢，迄阵啊总放出来，也无甲判迄落。所以这个马先锋啦，这另外佮过就是上头前迄单遐雷震啦。我过最近你就知影象吼，伫咧中国半夜看写了反攻无望论，所以你得判刑。讲这反攻无望论的时阵，我伫咧初级我讲一个记咧一个师大学生啊，毕业的时阵吼，啊，就派一间校，迄间校内底都牛头班的，啊，牛头班的时阵哦，无一个老师教会落啦。校长真正这上老记的时阵哦，这师大讲无自告奋勇。吼、哦，就是讲少年就对啦。伊讲，互我来教，安尼啊。校长那时候担心呢，讲你敢有法度？吼、哦，这样调皮捣蛋呢？啊，这书呆二十几岁，他毕业了，讲无关系啦，回来安尼。一个教嘞吼，发现啥嘛真正吼，无当回心受的啦。都教到有资历的时吼，总伫台顶，甲这学生伊拉讲啦，讲像你们这样的话，我们政府怎么反攻大陆？我这句那是无唔对啊！啊，你讲调皮捣蛋，这骨头班的啊，放旁边那块的，结果呢，内底就人跟人老爸讲了，哦，啊，就报去你个顶管哦，讲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说，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反攻大陆了。哦，啊，你查这查大背啊呢？结果刁一门啊，而刁一门的时阵，结果唔是啊，是这学生伊啦吼，吼气个调皮捣蛋哦，我个骂呢。公理这没有，你说我们政府不能反攻大陆就不对了，哦，思想有问题，所以要判爱心哦，伊摕迄个因老爸训练白鹿勋章吼，要起来迄个甲报就对了。光博，你这思想问题不是图形问题了，判三等含冤社会了。因为我到尾三等的时阵吼，我三等的时阵吼，伫先搞迄个先告诉，吼，迄个叫做感化。稍等，我等个分头个再等来讲吼。哦，这个所在。我管理美国个啦，啊！我走白宫、白宫参观啦，迄个白宫的秘书含万泽伫遐翕个，迄只你看我，哦，这毋是迄咯，哦，绿岛吼，你来看吼，绿岛感觉，哦，我哩加拿大的时阵吼，去参加迄个国际记者会，即加拿大的一个迄咯吼，我出来了是继续咧拍片吼，迄、那个我怎啊个用到倒来来，哦，这是迄咯。即我读册时哦，迄个校长，迄个查某校长，有含戈巴契夫啊，迄当拄啊好，迄、那个中岛都含迄个戈巴契夫食饭啊，苏联都解体，啊伊阿公伊要含迄个戈巴契夫食饭，就是伊啊，哦，好来。喏、no ，哇，佮分头倒转来，即个讲的时代对不对？我现在因为无时间，然后讲啥吼，我佮分头倒转来头前呀。哦，像那这个就是啥呢？大家唔知这个这只好的意思吼、哦，就是清朝把咱台湾皮肤挂。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呢，迄阵啊，伫台北只有孙武，吼、哦，即孙武是起来安那呢？要成立啥呢？成立台湾民主国，这是亚洲第一个哦，就是用这个国旗的啦。啊，为啥物好呢？伊咧啊要倾向中国，中国龙兄虎弟啊，
龙，中国讲龙嘛，啊，所以你台湾这叫虎，所以龙兄虎弟啊，所以用这个做国旗啊，用黄色这個，第一个就是台湾民主国啦，哦，你来看吼，龙兄虎弟，这个国旗甲这阵吼，伫对吼，唔知影去啊，伫我迄阵读册时哦，咱家己伫迄个李万基因兜啦，我咧读册迄阵啊，但经过这个半世纪以来吼。这个旗也唔知走去对呀，唔知影就对了吼。我这讲过战争，这有哪好大的数学我知影一个。后来，我再讲到这个家吼，我再讲土城，就是人类教育示范所，就谈到迄个师大遐，到尾迄三当官最后伫这个家拢做伙，所以同学拢会知影。阿祖讲伫咧白色恐怖内底。话顶个我有讲过啊，但是我讲恁着搁重复啦。但无讲话无听到，我看有几拢一人啦，大家拢爱知影讲吼，迄叫做啥呢？伫咧思想内底吼，你讲话唔对，你讲话唔对哦，迄有一个时代性啊个环境啊。我讲有当咱当日咧问讲啊，今日拜鬼吼，足正常诶嘛。搁咱正我今日来咧讲啊，但伫迄个时阵。蒋介石也未巧的是十月三日是生日啦，所以拢伫咧中正堂、甲中山堂拢排队有无？排队的时吼，拢来个作秀啊！其中一个阿伯来门头前讲：“啊，今日拜鬼啊！”啊，去拜鬼的时候有人报起你啊！就讲今天吼，在跟我们伟大的蒋公啊在祝寿，竟然有人说在拜鬼了。哦，我这查这啊吼，对，报起的时阵吼。还有调查呢，法官到尾也是有调查那呢，去问台湾人呢，伊讲意思讲，咱台湾咧讲拜鬼是啥意思呢？伊讲啊，你表示星期几啊？诶，这个法官会查呢吼，所以即摆安怎解判你知无？就是讲吼，你即个案了经调查有经过调查哦，吼，所以台语吼拜鬼吼是星期几没有错了，但是呢吼，这但是了吼，但是他讲的时间与地点不对了。所以个判刑嘞，啊，所以哦，你各位大家要讲拜鬼吼，你讲爱找时间讲，唔那讲唔对呀。吼，这就是伫个白色恐怖内底吼，拢发生个代志吼。所以来即卖啦，讲这个监狱吼，监狱看守，这个监狱看守是咯，即卖做啥呢？做人权园区啦，伫秀龙桥下骹，你台北你会知影秀龙桥个。所在咧发生当了真侪代志啦，人到所是这个所在哦，李敖伊来管管理这个所在啦。李敖大家知影嘛？甲贾聪明伊一个学生叫做贾聪明啦，就迄个潘明敏教授伊学生，这个魏丁条，这贾聪明拢管理这来家，人类教育实验所叫做托城，人家叫仁爱中啦。阮尾也三年，你倒转来时，阮也伫遮拢做伙啦。我只讲这段禁闭看守，看下这个看守呢，还是可以代监执行啦。这个所在发生作的吼，啊大代志就对啦，吼、哦、就是禁闭看守。这看守，伫这个以前吼，我把这个台湾先简单讲一下，了达讲这个禁闭看守。这个台湾有无？七零年的时候就发生国内话台湾事件，七零的时候五月三十是枪毙，台湾事件。我讲人咧混啊！我当初的时哦，阮这个港人混啊，伊混伊家来啊，就分伊这个台湾家啦。啊，我分伊国防部遐去啦。我分伊国防部遐的时哦，一日食两顿啦。就伫我听人讲哦，仁义内地神公家遐，吼，阮一日食两顿，三日较洗一个身躯，落来底就水池啊，水池啊吼，伊早时啊来放一池，下晡放一池啊，啊所以。我那一盆那水吼，拢着照啦。我一盆那照你，我一盆那照你安尼，我家留一盆那洗面啦。三日了吼，我一盆那个收得倒来，你一盆那收得倒来，啊，一盆那收得倒来，因收收的吼，六盆搁加我两盆，加加都来洗一下身躯啦，搁减些衫裤啦。所以我阵那是分你遐，啊，一日食两顿，再些十点，甲下晡时啊四点。但是因来太晚，我咧讲安尼。因为分太远，啊，发生太远事件，就是咱底下先吼，要那底下吼要抢抢，要倒去感觉，然后要台东电台接起来，
要发动革命就对了。所以时机有可能无啥合，迄是二月七八，吼，1970的二月七八。我为了要救伊啦吼，迄阵我伫台北写文章，透过管道寄去美国，想要救这批人，但是呢，这种事啊、命啊、运啊。迄年嘅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大家各位记得吼，也记住无？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去访问美国，和吴文雄甲戴自在一个 setting， 啊，好高温啊！迄个纽约迄个镜头嘅时阵吼，眼明手快，看咧造型哦，突然间看迄个吴文雄手咧变嘅时阵，啪一下，总。好一个心哦，总小于蒋介石头壳顶过，头先来较慢就射了蒋介石头了，颈位啊，你知影吼？啊，就这个是温吼，所以迄个时阵，印度啊，我伫台湾，我啊，系啊，这五个人一定保袂掉的，为啥？若卖发生蒋介石这个事件，有可能，所以事后我甲看。迄、那个干部一个签订啊，用这个人吼、哦，要甲送过绿岛遐，吼、哦，要管理绿岛就对了。结果迄个老蒋遐，4月27日，蒋经国是4月24日方设定，但是呢，4月24日才三日尔。老蒋维是甲批安那袂使，这个人啊签，这红纸笔批信吼，历史文件拢甲留咧。所以我看到的是，那时间上都对啦，无唔对。所以莫怪我出来写过个美国要救这些人的心，都阿无懂。我说蒋介石大无的，这个消息绝对蒋介石的心哦，绝对下令把这个五个撤掉的高度搞。所以我看迄个批了红书，必须4月27日批就对了。所以这个台湾事件吼，这讲起来足话足长啦，哦。啊，这个看见一个本来六个啦，一个无啥参务哦，对因处理哦，判15年啊。啊，这15年出来有一个机会吼，在我们车顶拄到一个讲，顶官派来要谋杀我的就对啦。吼，啊，就拄好这无时间通讲这段啦。所以人吼生死有数啦，你知影无？所以阮为什么吼，这样代志人丢就冲啦，无咧管后果。有生死，你若讲吼，你该死吼。一个球大概落你就跳去，你无该死吼，枪支弹来弹去吼，枪支自然就转弯啦，就袂该弹到啦。所以人爱相信这点吼，要做好事、做善事，然后呢做有意义的代志、做正经的代志，上天拢会甲咱保佑啦。后来讲这段感觉，来我只要讲了监狱看守所吼，我现在特别爱讲的这段，我谈到迄个图片内底有监狱看守所的。因为我第二次发生的时阵，就是伫监狱看守，我正好转动一下，互恁看较清楚吼。哦，这个所在，这个所在伫1970年的谈到台湾发生事件了后，我就用小文章去美国，啊救无着，救无着咧，偏教授迄阵啊走伫瑞典，走瑞典吼，伊三日三日咯。经过六个国家地区，直接走到瑞典啦。你表示有人暗中有人在辅助嘛？吼！处理了时，我想偏教授，啊，佮台湾这个事件了后，佮刷咧，就是亚洲的新闻协会198来台湾访问啦。我以前大代志啊嘛，拢来访问。蒋介石佮讲，咱台湾无政治犯啦。我看拢奇怪，啊，咱直接关，无怪无审判，国内外都无人知影，所以阮秘密拢审判。所以表示讲台湾无政治犯啊。佮另外有记者问讲，有听讲吼台湾有人要主张台湾独立无吼？蒋介石讲呢，讲无啦。那有是海外，可能几笔过分啦，一小撮，一小撮尔尔啦。即个伫中央日报头版呢，阮内底有咧写三个吼，去收三五个收入来吼，阮看。迄种我咧想吼，无怪阮即个即个人拢秘密审判。无公开审判，国际无人知影。即马偏教授出入外口，讲讲吼，台湾偌济政治犯创啥？迄落无啥物手头，无啥物资料啦。
你空手好鞋出去呀，啊是咩人国际会相信？所以开始讲安尼好，我做资料。所以暗顿我做资料，第一批做好的是伫过年前哦，唔是过年后，是过年以前的时哦。拜托一个谈到讲苏东客啊，因公安的，伊嘛王兴业，我公开把紧啊。哦，谢丽李庆斌哦，伊咧工程队咧出去二日吧，一判十二单啊。结果是安那呢？拜托客出嚟哦，我来个客钱哦，坐警车呢。结果唔敢客出嚟，半个月后个一百，我讲阿些物件呢，讲待伫迄个看守外口，我惊一个讲。哦，这个物件，佮会讲带离外口，用塑胶落个包起来啊，带离外口，伊惊打面吼。我拜托你佮学堂来，学堂来是安那呢？我真感谢伊。佮出来了后是，我也感谢伊。为啥呢？伊无佮出卖。照你讲，迄阵啊出卖时阵吼，我可能安尼后悔一世人啊。为啥呢？工作无完成嘛，对不对？所以讲无佮出卖，我拢感谢伊，感谢讲哦，你无佮出卖好。刷咧呢，我哩过年前一不做就不休啊，写字较详细咧。从我哩透过管道，即日本报啊，佮透过走日本，日本过美国，美国再联合国，迄、那个资料出嚟咧，伫即个所在啦。我从啊伫即啊，有即人咧拍球吼，我拢问啊，资料我拢记条咧啊。然后我每一日我拢记条咧，啊入面我就会写起来。暗时啊三更半夜人咧困，我无咧困啊，我就佮写起来。你看我这资料，即来只有顶管的，下开门在你只拍球，我来开门。所以当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这个这那是人的运呢。因为我出来较早讲有出入无出入，我唔知哦。来提心吊胆，出入了时呢，在迄年1970年啊，1970带予联合国红读出来迄年啊，吼、哦，迄真啊国运哦，加加呢，迄当哦，我就知影讲有可能红读出来啊。所以我今日呼吁哦，国际知影，迄个香港的新闻天地啊，社长叫蒲少夫啦，我记得足清楚的。1970年的2月16日，迄期报出来，报啥呢？吼、哦，美国南美洲迄带有台湾政治犯的名单出来，从啦，看一下吼、哦，心有够欢喜的，讲安尼好出去啊，因为迄是美国来写一个文章吼、哦，你可能互因看来讲啦。伊讲，这若无美国 CIA， 啊无就美国大使馆哦，靠发到遐清楚的资料啦。哇，结果因呢，吼、哦、开始咧查呢，啊，这个物件较会走出去啊，咧查。多啥呢？迄篇教授因学生啦，我讲迄个假聪明甲伪定调研啦，吼、哦，因一批人掠去讲啦。安怎呢？有咧 City Bank， 就是花旗银行，啊甲联合报大楼迄种爆炸。大家想看嘛？迄个时阵啊，1970年迄阵啊，这两个所在互爆炸，爆炸还是掠无人，都掠拄少。啊，掠去突然间哦，煞是连带问讲，即马美国有一轮台湾的政治的名单，是不是恁有对出来？我12月西趟总病啦，讲是啦，啊，佫讲一个蔡某某啦，讲我啦，哦，系啊，啊，外口讲我也唔知啊，就迄年。2月16日公布，我就欢喜啊嘛，讲又出去啊，就放心啊啦吼。结果咱也知讲，这中间拢暗中咧甲查，就是掠着这批人讲着，迄物件我用的，因顶官咧怀疑啊，啊，这个人咧坐牢，啊，官吏内底闹可怜，我咧查呢。加迄个时哦，4月初5日，因为我是初六啊，有无？我是初六生，所以隔日哦叫厨房讲买一挂猪脚吼，讲来台大雅致来安尼啦。啊！厨房了，咱便便外也安尼吼。4月初5日叫人出去买，隔日我4月初6日，我迄个暗暝时，就卡靠手铐叫伊了，对个，卡靠手铐啊，拢无讲啥话哦，卡靠手铐。那卡靠手铐了时阵吼，就三台录音机伫伊台下啦。我为什么开春两日我尔用这个物件出去破坏国家的声望、政府的威信？好，无我拢伫了对啦。所以卡靠手铐安尼。然后呢，我都唔讲，为啥？我知影讲了又害死十外个人啊！所以我坚持不爱讲。所以我的名内底吼叫做十赖吼，迄、那个十赖，我是为这个所在用出来的对啦。我的名叫十赖，就是人家号的。十赖叫日本武士啦。所以讲，我正甲用这个外我的名字内底有十赖就是我。日本武士的，我宁可甲你切白自杀吼，都袂使去害着人啊！所以我坐落内底了，都处着这个我一生永远。有一个真好的苗，就是讲我无害任何人，而且家己承担，
讲到这个腰啊，甲这拢酸痛，我坚持不爱手术咯。因为我手术，我若痛的时候，我想这国民党甲讲的，我都用甲治掉了，对啦。一直我目睭开的时阵哦，我都无手术，我这了酸痛，但我咧讲话是袂酸痛，为了意志来克服。我若咧抗争国民党，行了十外点钟也袂痛，但是呢，你若一日休困的时阵，哎呦，我要酸死啊！啊，这个足奇怪吼、哦，当然咧就是袂痛，我真咧个人袂痛呢。但是咯，肯定有咧在苦啊！我这里哇，开始酸痛呢，但就是冇紧，这不是真大疾病了，但是一生刺激难。这个国民党从来没有非离开台湾不可就对啦。所以我的意识内底拢安尼，我今仔好个在都参加到民政府的时阵呢，所以我把所有拢排除。而较早参加大连这个民进党，包括海外台独联盟，拢规个拢停止，包括台湾国，即卖迄个。台北去台湾国啊，后来请身份证个呀，请身份证300块个呀，吼，在台湾国我一点拢无，因为那都无效个呀，迄拢假了那个呀。为就是咱即来上课请身份证，较即条路嘛。伊美国跟你讲啊，你无请身份证，我变来知你台湾人，你中国人，变来知。为你证件摕出来，我是台湾人。啊，所以我只能谎冒讲300尔，啊，拜托别人是啦，迄台湾印尼呢？那这是不是假美国印的呢？是美国广播委托的公司特别敢印的，所以咱有反伪系统。伊咧300还无，迄个顶个中国香菇就对啦，哈、啊！啊，咧俗，俗是要创哪？啊，所以呢，作气的就是安尼啦。所以咱各位先吼，今日受训，我在江苏呢讲过，为什么吼咱需要请身份证？咱为什么需要叫人来上课？对美国讲的是喏，你台湾人中国人免分，我政府免来搞你台湾人，你看起来拢讲台湾话，讲台湾就台湾人吗？你伫中华民国洗脑内底啊，中华民国有无用走无的政府？中国人咧抗争，讲啊中国一个尔，是咱靠两个啊，啊美国讲好啊，啊无我即个甲收收起来啊，啊个咱台湾民政府各美国都下属，你知影无？都咱过去，这时间点都真好，所以今年是95年。110当前的是咱台湾的命运脱离咱个大清帝国。100年后呢？110年后，今仔日今年都95年，所以咧决定咱台湾人个另外再处的命运，你知影无？所以咱个中心，大家爱合作。咱卖是外口讲咱是诈骗集团，阮诈骗你啥货啊？啊，问看卖啊！阮来上班，阮来从啥？我高雄三王宫附边啊，遐办公室，遐中心拢个诈骗拢来上班呢。各位知影，即马各所在内底拢有钱出钱，有咧出难呢。阮是咧诈骗啥？你伫咧民进党诈骗咱台湾人的感情，诈骗咱的钱。电脑双击你就无款钱。我为台湾，你有台湾心，有台湾情，在变笑诶。你咧是咧含国民党做咧承认台湾嘛？阮双击投无一个钱互你，全世界安尼吗？你把台湾咧带出即个国际社会地位吗？无嘛。你是含国民党做来蹭诶。我们国号叫中华民国，笑话你啊！所以咱各位大人哦，啊，足清楚，有人讲你诈骗条讲，恁真的是诈骗出来，全世界两公金公党的国民党嘛，佮出的是民进党，也着夹夹做伙咧三夹咧承认台湾人啊！啊，咱不知不觉，因为咱是教育内底长时间呐，拢就是安那呢，我们投回祖国的怀抱，我记得咱过去几十冬呢。所以咱今日长时间抗争，我咧讲行地路时哦，老实讲在座即台车无像我咧啦，大小战役我能过，无为甲咧控老蔡、控总统直选，包括蔡英文为美国倒来时咯，公民主导，公投救台湾，嘿，我有参与呢，毋是参与金志明呢，但是无多蔡英文就跳呀，就最早啊，老一个公投，而且叫蔡公投。这个名无把咱台湾会当怎个公道无啊？你知影别人公道，你唔甲咱讲清楚，你做你去公道来应接的时阵，阿扁也来公道，为什么？讲你来公道就战争啊？因为安那呢？美国知嘛？你后台湾人后中国人大大做伙，阿讲这间厝咱来亚洲讲咱的，亚克拢咱的啊！但我美国要算对，我日本天皇要算对。所以在各位来讲，上课要强调这观念就是呢，咱的日俗比战，在咱各美国政府的时候，也是这点咱各赢嘛。
你必须要翻来天赔所在的这大家嘛，阮卜规部久无法度啦，但必须你全家卜地要害啊嘛。啊，所以大家来认清这点是咱个美国政府。所以呢，今仔恁台民政府成立，阮呢受难者，阮去告美国，但告袂行。所以我为什么讲奇怪？你秘书长是安怎的？你是中国，何遐吃亏？你中国吃亏回来呢？啊，我是哦，国民党哦，甲你糟蹋的呢。迄个我告袂行，啊，你告会行？原来标的无同，伊用人权，伊用国际法，用战争法，佮用啥？旧金山合约。啊，这点就是阮迄个性哦，唔捌的所在啊。啊，阮这无知啊，阮这狗囡啊。从细汉出来，拢受国民党教育的，下点点来告美国哦，告了到一下就吐到回来啊！你干哪，无着要害啊！那必须得有，吼、哦，迄群就搏起心咯。美国来哀哀叫，你知影无？啊，所以呢，一波一波，美国按照法院所判决的呢，开始了一波就咧进行。所以美军会击败，就因为咱个告。啊，所以各位，伊谈了讲咧，点点啊，了时间到了。哦，多谢各位，有机会大家来，大家对台湾政府绝对要有信心，袂使受任何动摇。有受过迄搭遐的要背叛咱的，有去乌钱的，就是外国不合集团的人，利用各种办法、各种办法，啊啥呢？摕人的钱，啊来破坏咱的，要让咱速度办理的。因为就为这条，咱甲中华民国管理台湾，其他无播就对啦。啊，所以遐人有摕人的钱，人来破坏咱。所以大家勇敢，因老这里，你甲讲出来要紧。我若拄到这个事，我无客气。还是咱台湾生死关头的这个所在啊，你若无信啊，要做啊，马英九把咱台湾拢灭你啊！我讲我无时间来讲哦，我若时间讲的时候，这胡茂问题，内藏玄机。即恁听落心哦，我想恁百分之百绝对也袂赞成就对啦。你爱感佩即辈咱个囡仔，即辈囡仔对咱台湾有毋茫，伊目前看无台湾何去何从毋知影，但因真清楚一条，就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独立，即个含中国要划分界限啦。所以大家清楚，即个囡仔来要主张独立袂？毋是主张独立，主张要含中共统一哦。啊，系啊。啊！恁这批囡仔心哦，都无救啊啦！啊好在，因的想法，因的含这个，是最大公益数内底含咱小强，所以那好在感谢这批囡仔。啊，那无伊讲，啊大人无法度，玩玩囡仔来啊！内底选举哦，又无时间人讲啊。那以后个点招，有机会大家来信呢，我来分析这个胡茂内底那场选举，特别别咱台湾唱的对，打的对啦。以上多谢各位。各位同心，请稍等下吼，请坐。我等下要宣布等下迄个分组讨论的所在，好，先请坐一下，好，先不要离开哈。等一下分组讨论的地点全部都在前面那一栋前面那一栋大楼哈。新竹州在五楼教室的前半段，新竹州在五楼教室前半段，高雄州在五楼教室的后半段，高雄州在五楼教室后半段，台中、台南。在五楼教室中段，台中州、台南州在五楼教室中段，宜兰州在一楼会议室的后段，宜兰州在一楼会议室的后段，台北州高沙族在一楼咖啡厅，台北州高沙族在一楼咖啡厅，如果不清楚的再来问我。